伙伴们，现在你们看到的是迷你世界的一个新皮肤，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对吧？并且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雪莲，你们看，这个雪莲是她的跟宠，她给她戴上了帽子，这个雪莲就拥有了生命。有人说这个雪莲是游戏中的雪灵，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伙伴们，难道你们不好奇吗？这个雪莲真的是雪灵吗？如果你还不知道，请点一个赞，谢谢，我来告诉你真相。其实这个雪莲并不是游戏中的雪灵，不信你们看，我发现了三个证据。第一个，小雪人跳起来的时候，伙伴们你们看，他的肚子上的两个是十字架，对吧？而雪灵的胸前是两个扣子，这是第一个不同点。第二个不同点是这个可爱小雪人的围巾，伙伴们你们看，他的围巾是一个粉红色的围巾，对吧？对对对对，非常显眼。而雪灵的围巾，伙伴们你们看，是一个蓝色的围巾，这两个围巾完全不一样，对吧？伙伴们，第三个不同点我准备考考大家，伙伴们，它就藏在它的头上面，你们发现了吗？如果你发现了，请在评论区打出来，第三个不同点是，伙伴们你发现了吗？评论区告诉我，谢谢。